자기야, 응? 뽀뽀만 하자. 사람들이 못 믿었으니까 뽀뽀만 해. 뽀뽀? 그래, 뽀뽀만 하자. 应粉丝要求在镜头前深情一吻，一点也不害羞。这对在 YouTube 上非常火红的情侣档，两人年龄相差足足36岁。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다정한부부인데요。这对情侣，女方是1947年出生，高龄74岁的玉顺子，她的小男友是1983年出生，现年38岁的郑东启。两人从2020年8月开设 YouTube 频道之后，也正式向粉丝公开恋情。只不过玉顺子一开始谎报年龄，声称自己是1957年出生，比实际年龄小了10岁。이처음에는나이차이가27살이난다이렇게했는데예사실은그게아니었던거죠정확하게는요36살이차이가난다这对骂孙恋在南韩社会引发热议，有网友质疑他们是假情侣、真祖孙，故意炒作要骗点阅率。但后来两人秀出文件，证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之后又传出女主角玉顺子曾经经营茶室，男主角郑东启未成年时就在那间茶室工作，这项传闻也遭到两人否认。사실나이가많이차이되니까비난받는거는감사해야지어떻게해尽管外界质疑声浪不断，这对恋人依旧维持着同居关系，也持续拍摄影片与网友分享甜蜜近况。虽然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证明双方是夫妻关系，但或许就像他们所言，纵使我丈夫和我并不够好，但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频道。毕竟再多流言蜚语也无法摧毁两人的热恋关系。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